明天我就要出趟远门儿，好好请这个登哥在屋里照顾哈。登哥，这是你有史以来第一次单独照顾儿子哦，得不得行哟？有啥子咯？大不了我晚上带他起个脚。为了这几天我不在家，今天晚上我请你们两个吃饭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好，今天中午也说了哈，让我走之前请他吃个好吃的，看来也是个好吃子儿。做了一个核酸，出门在外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哈。大哥。你妈今晚要请你吃大餐，你想吃啥子？烤肉。好，满足你，走。大哥，你想吃啥就点哈，我今天大方请客。这不客气啊。那还是我在杭州吃过的石锅拌饭。五花肉，今天点了三份五花肉。石锅拌饭终于来了。你今天有点狠哟，点的全都是肉。见了两个宝宝在家可配耶，要听宝宝的话哟。怎么样嘛？好吃。我最喜欢吃摆个生菜，放点白菜，哇，吃起来好酸爽啊！吃到最后，浩哥还加份五花肉。大哥，你好厉害哦！今天晚上点了四份五花肉哦。大哥，来，给你个机会去买单。我二不。你吃了200多，要买成肉，我们要吃好多。吃好没嘛？吃好了。这几天我不在家，你也听爸爸的话哈。每天放学回来第一时间做作业，晓不晓得？你放心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给他中午煮饭，他不吃的话，晚上他放了学，我们就去喝啤酒，吃烧烤。你说他每天晚上回来就监督他做作业，第二天早上你们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闹钟调好，不然的话睡过头了。还有他的衣服该换的时候给他换，洗澡的时候也喊他洗，随时关注他们学校里的群哈，你不要好瞅瞅的一天不看。你看你妈是不是说话啰里啰嗦的？妈妈做那件事我们的天下。你说想不想我不在家？你是不是很想我不在家啊？对。你又放学天天要求你爸爸买零食哈，你爸爸那个是耳根子，软，差点说他耳钩子了。一说他就想买。这次我不在家有两三天哈，说实话还登哥单独带儿子，我还有点不放心，不晓得他能不能完成任务。坚决完成任务。这个人哈特别喜欢宠娃娃，娃娃要啥买啥。到时候回来一分钱都没得了哈。我带他洗脚去。乖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